终于来了，最近怎么样啊？还好，好久不见，感觉头发都这么长了。是准备留个头发吗？在这等我一会儿，让我给你画一个为这种场合合适的妆。怎么样？好，那我先把你的头发整理到耳朵后面。这双我帮你擦掉就好。Thank you.
那我用不用稍微给你洗一下脸出来了？我用的香皂呢，可能会稍微有点奇怪。
觉得脸上是不是非常放松，而且我用的这种香皂呢，是不会特别让皮肤紧绷的，所以你一会儿在打粉底的时候，应该会觉得脸上非常的舒服，可以吗？太好了，我在这边呢已经准备了化妆品。
是雪花绣的。
差不多了。
就是那种普通的粉状腮红，然后另外一个你可以，这样。
有时候就是很难想象到自己化了妆跟没化妆的区别竟然有这么大。我没有说你原来不好看，就是画风会变得非常非常大。那我的镜子呢？重视一点，看一下，不如就这样披着头发，帮你把发夹拿下来。就出发吧。如果还有什么辣的。